大家好，我是陈默，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。这件事儿啊，是我听我爷爷他们讲起来的，当时我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，应该是那个年纪，刚刚记事儿嘛。一群的这个老奶奶跟老爷爷当时在我家呀胡同口坐着，我爷爷也搬了个小椅子坐在外边，也不知道啊怎么着，有个老奶奶呀就说到了，说呀谁谁家那个谁走了。我当时也没弄明白呀，我寻思着走了这意思应该是离家出走了吧。我那个时候也不爱动也不爱说话，我就蹲在边上啊自己玩自己的。可听着听着呀，就听着了我又爱又怕的鬼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印象啊特别深，当时可能是因为爷爷说是亲身经历的缘故吧，导致我后来是念念不忘。后来还有一次啊，我到山里边去玩，就看着啊远处有两个穿着怪异的人，当时真把我吓了个够呛啊。大家伙壮着胆子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呢是两个纸人。据说啊那个时候爷爷还是壮年的，有一次他们队伍到贵州的一个地方，哎，就在那儿停了一段时间，具体干啥去了我忘了。我就记着爷爷说他当时借住在一个光棍的家里边，那男的呢种了不少的地，这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就往地里边跑。赶上有一回这光棍生病了，爷爷就说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替他去地里边干活去，让他呀别担心。后来我问爷爷你为啥要帮那人呢，爷爷说那光棍啊是个老实人，吃饭啥的呀睡觉啊也都没问爷爷要过钱。就在第二天凌晨三四点，这外边还是黑灯瞎火的呢，爷爷啊就赶紧的起了床了。由于爷爷睡在东屋，光棍睡在西屋，所以啊爷爷只听到那个光棍啊一直在屋子里边说着大哥啊麻烦了，而不清楚那光棍的病情有没有好转。爷爷当时也没多想啊，啃了俩窝头带着大锄头就往地里边走。那个村子是东西走向的，所以呢这地啊全都在村后边，也就是在北面。村子后边有一口大井，还有给地浇水的大沟渠。爷爷说那段路上有不少的坟包，黑咕隆咚的，这天色里边啊看起来还挺吓人的。走着走着啊，爷爷就想起了那光棍说的一些村里的故事，说呀这以前打仗的时候啊多少人被活埋在这儿之类的了，反正这类的离奇的乡间故事吧。光棍说他小的时候去镇上上学也得走这条路，正走着走着突然不知道哪儿飞过来了一铲的碎土，大人们都说呀这是鬼在逗人玩呢。爷爷当时就害怕了，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回头，再说了他还是党员，他只能咬着牙顺着绕这蜿蜒小路继续的往前走。走着走着爷爷说啊，他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人推着像那种啊过去常见的那种独轮车。爷爷当时心头一喜，嘿，知道了，这准是啊有人去地里边上肥料的，就赶紧的背着锄头跟在后边。爷爷说他当时啊那身体特别的结实，脚程嘛也很快，但是奇怪的就是啊怎么也赶不上那个推小车的人。爷爷是越跟越快，越快呢就离得却越近，可是越近呢这心里边就越害怕，明明很害怕但是脚上啊却不能停下来。就这样前边一个后边一个俩人走着，等到了村子的果园附近，果园就在小路的西面，果园前面呢有条小河，那水非常浅，可以说就是一条小溪流嘛，而这光棍的地就在这小溪的后边。看见了果园子之后，爷爷说他来了胆量了，因为这果园子里边有守夜人，
煤油灯都看得很清楚。爷爷心里就想着了，管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，你装神弄鬼的，看我非把你给拦下来不可。于是把锄头往手里边一握，奔着小吃就冲过去了。偏偏那推小车的人呢，到了小溪前边就慢了下来。爷爷逮着机会了，几步窜上前去拦住那个小推车。不过还没等爷爷把那扁的摆个架势呢，那个人就猛地一个加速冲了过去，直接就把爷爷撞倒在了小溪里了。虽然说是春天，但是天也不暖和啊。爷爷就说了，这屁股底下是又凉又湿，冻得他一个机灵。等他再反应过来，刚想发火，他发现怎么也找不着那个推小车的人了。这时候东方天空已经泛出了鱼肚白的颜色了，借着微光，爷爷说正好看着一个秸秆和纸做成的纸人倒在他面前，纸人的边上还有一个纸剪的那种小推车。当时爷爷就吓懵了，在水里边坐了好半天，嗷的一声吼，从地上弹起来呀，啥也没想，奔着果园子就去了。那果园子里边守夜的是一老头，这老头呢也挺尽心的，还在那巴嗒巴嗒的抽着旱烟。听爷爷哆里哆嗦的讲完了这事儿，老头吐了口烟说，嗨，哎，这事儿啊正常着呢，可能是那鬼借着纸人的身子去串门去了。刚才啊又借着那纸人打道回府。爷爷说他当时啊听不明白这老头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反正就是怕，身子不停地打着哆嗦。回去之后，爷爷就跟那光棍说了，说呀他没去地里，紧接着把为啥没去地里的原因说了一遍。光棍听了之后也没说啥，只是说让爷爷以后啊别在早上五点以前出门。再后来爷爷所在的铁道队伍啊就要走了，那光棍呢还给了爷爷拿了不少的鸡蛋。以后爷爷也没再去过贵州，也就没再过见过那个光棍了。但是走之前呢，爷爷却听说了那光棍啊其实不是光棍，而是一个离夫。他有一老婆，但是结婚没多久啊他老婆就死了。说到这儿爷爷就不讲了。后来我问过爷爷，爷爷就说有些事儿啊点到为止最好。但是我私下里边猜测过，我觉着那小推车其实啊就是光棍死去的老婆推的，他借着纸人来看丈夫的鬼魂，所以那光棍才会病倒了。光棍病倒了，那自然就没办法出门去送老婆的鬼魂。这时候爷爷自告奋勇的说要去田地里，整巧送走了这光棍的老婆了。当然了，这是我的自己的猜想，有的时候爷爷也会笑着说呀，那就是一故事，可能年轻人那个时候啊没什么玩的，就自己编鬼故事互相的讲讲，讲着讲着就以为自己讲的是亲身经历了呢。好了，这就是鬼推车的故事。